当骄傲地说出我是台湾精品的时候，我们已经翻转30年台湾产业的形象。台湾精品奖从1993年创办以来，与台湾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阶段的任务都随着台湾产业形态不断进化，让台湾产品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步。台湾精品，创新台湾，精彩世界。我们以推的策略进行，运用台湾具国际知名度的品牌，带领中小企业打出国际品牌知名度。精品奖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活动。1980年时候，台湾的产业已经相当蓬勃的发展，而我们成为欧美国家许多产品，尤其是在民生衣服啦、鞋子啦、运动器材啦，主要的供应的来源。可是问题是用别人的牌子，所以我们做 OEM 的话，我们得到的利润非常有限，所以觉得要自创品牌。当时的观念呢，是靠说精品，我们产品好，而且是台湾制造的，所以那时候提出的这个口号，英文叫做 It's very well made in Taiwan。光是说我们台湾很不错，是吹牛，没有实际的例子来支持，所以我们那时候台湾大概国际上很知名的这个产品好 Acer 啊、捷安特，所以我们就请这些公司愿意呢挺身而出，作为台湾的这个是 model 标杆。董施正荣先生也许记得，他许多国外的经销商是不赞成的，因为让人家知道台湾做，在当时是一个负面的形象，认为是 basement。 但是施先生他为了台湾的这个产品能够被世界所认识，他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以当时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钦佩。施先生还有刘金彪先生，他们呢不是顾了公司的利益，但是问题是社会上不了解，还以为说你怎么在国际上打的广告不是捷安特就是 Acer 替他们做广告。实际上不是，他们本来已经很知名，他们有他的市场，可是很多消费者以为他是外国产品，结果一打台湾产品，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我想这当时我们要需要向社会来解释来说明的，并不是图利他们，实在他们是为了我们整体的利益而付出代价。我想到这个 MIT 啊，在新的时代啊，应该有新的含义，也应该有新的使命才对。因为我从事于传播跟行销将近30年，做台湾精品评审，我觉得台湾的产品是由出而连开始出发，但是经过一场电影的刺激，就是 MIT 的雨伞给我们有识之士感到必须要改进，所以现在呢已经是达到美而宜的地步，是精美，但是呢价格很适当，对我们非常有利。我认为正面的影响力很多，大概概括来说3点。第一个是自创品牌的企业会增加，因为他们已经有先进者做榜样。第二个是企业家会重视品质与品牌，企业家在自己的公司里头会增加市场形象，这是给他多一个经验，也给他多一种竞争胜利的手段。所以这3点我认为影响我们现在的企业。我想 Made in 台湾的形象呢，是要靠很具体的台湾的厂商在国际上的品牌的一些活动，开始只能用
创新，用精品来让消费者接受以后，才能够慢慢来改变形象。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跟当时做品牌的宏基、吉安特、肯尼士，然后 Proton， 大家一起共同发起这个自创品牌协会，一方面跟政府的沟通，使他重视啊这个议题，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这个 Made in Taiwan 的形象的缺陷的，那大家一起来努力。巨大集团是成立于1972年，那个年代也就是许多中小企业开始摸爬滚打学习创业的年代。台湾经理奖的主轴跟巨大的发展脉络是非常吻合的。为了摆脱当年 Made in Taiwan 的一个拙劣的刻板印象，我们的创办人也结合产业内来成立我们的业内的标准，希望能够把品质给稳固住，可以争取更多的欧美订单。那成立的初期，因为我们创办人紧握着这个制造的生产命脉，所以呢，让我们集团有了非常好的制造的基础。这时，台湾精品获得了众多国际人士认可。我们并以拉的策略推广资通讯产业蓬勃发展。There's an amazing amount of innovation in the PCs and mobile devices coming from Taiwan. 我们委托生产中心做过一个调查，在国际市场上，尤其消费者对于台湾产品有什么独特的印象呢？发现创新，所以我们就改变这个口号，不是用 "It's very well made in Taiwan, your source of innovation"。创新的来源，所以即使在别地方生产制造，可它的创新的设计和它的一个想法来自台湾，所以呢，有前后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台湾精品这个活动，它其实是一个行销计划，台湾整个的产业或是产品的形象或是它的价值。如果传达的给全世界人知道了，那早期来讲，就是不管是那个生死链的雨伞也好，或是在太空上面的一个太空零件来讲，基本上你看到的它的话题是从日用品到一个高科技的产品，你看起来是就是一个硬体啊，一个个体，但是到了现在这30年，尤其像今年你看到的大概很多都是系统，就是软硬体也整合在一起，所以那个变化我们应该讲说不是单纯的一个把产品做好，那现在变成要继续要创新，到甚至要到精彩，对这个台湾精品给人的形象确实整个在改变。就厂商跟我讲，他说老师你看啊，台湾精品的 endorse 我不需要多说什么的，国外的买主他们自然就会看到了，他的确在品质研发设计行销上面都是做得一定的程度以上优良的一个产品的时候，那他们就会相信了 create 出来的 value 要如何能够变成企业能够实质收益的，讲白话就是客户买单那所以说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台湾精品奖就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啊，临门一脚这样子一个角色，协助厂商能够把它的价值能够在市场上实现出来。这一阶段的精品奖致力于扩大产业面向，并应用更多元的手法行销推广国际。现在我们配合世界趋势，产品面向着重生活体验的创新价值。我们在推广这个台湾精品和建立台湾的这个品牌，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了。30年之后的现在，要就是形象、感受。后来呢，在日本 Sony 的 CEO 他就提出一个叫做“感知”，感动的感。今天我们是从心理上、是从形象上的一种这个是塑造，所以这品牌它本身的意义呢，也跟随要改变。我这也是呢，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
所以这三十年的所有台湾的厂商参加了金品奖，然后得到了金品奖，它挂是挂到台湾 Excellence， 所以每一个最好的东西，它都就好像是全台湾的企业塑造出共同的形象，它就 share 到这个形象，所以它等于是常年三十年来都在做一个功课，这个功课就好像是一个教育性的功课，好像是全台湾的厂商，只要你愿意来上这个课，那你的内部组织或任何一个产品在开发的履历还有成就你都要分享出来，你就会累积这些履历，我觉得这是看不到的另外一个贡献。台湾精品哦，这三十年来一直持续的保持世界的视野，我们默默的也勇敢的研发创造啊，与市场连接在一起。时间轴继续来到近十年的数位行销，我们也希望透过巨大集团常年累积的专业经验，能够服务到更多的消费者。这些都是多年经营海内外市场的企业所经历的成长轨迹。出席巨大集团参加金品奖，是希望透过专业的评鉴为产品加值，得到消费者对产品更多的认同，同时透过对外贸易协会的海内外的宣传，让我们的品牌增加能见度。那随着巨大集团的品牌成为一个名扬四海的品牌之后呢，金品奖对我们来说就不再像过去一样的只是在乎它的奖项高低，我们更希望的是得到专业的评鉴给我们产品的发展的意见。作为全球品牌，了解各地的消费者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希望金品奖的设立能够陪着大家共同走向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舞台。台湾金品奖对于台湾品牌不只是一个肯定，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指引台湾品牌发展的方向，希望台湾金品奖能够成为所有台湾品牌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个最重要的伙伴。国家的品牌比企业的品牌困难非常多啊，有一个台湾精品这样一个计划，那我觉得是蛮难得的事情，因为大家到底是怎么认识台湾这件事情，那台湾又代表什么样的产品的品质，其实啊很多国外的顾客或者消费者其实并不理解啊。那这三十年来呢，我觉得台湾精品是做了非常好的梳理，然后根据台湾企业有不同的阶段，给了它不同的定位。台湾精品呢，其实是一点一滴改变了世界对台湾产品的看法。那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国际的行销大师 Philip Kotler 来台湾的时候，他问我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希望台湾给世界什么样子的形象？台湾的代工一流，有很多的产品都是台湾制作出来的，可是大家并不了解，是隐形冠军，但是他对他的品质并不能够理解。我觉得后来台湾精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创新 innovation，就是它不只是生产高价值的产品，同时它有各种的创新，它可以与时俱进，然后可以应用在各种不同的需求上面啊。这三十年来，根据不同的阶段，对我们的国家用机构的力量帮助台湾的企业和产品推广，这是一个很漫长一点一滴的工作，那能够坚持三十年真的非常不容易。我觉得每个时代的新创趋势都没有改变过，就是帮现在的人过更好的生活，去设想未来的生活里面会需要什么。我非常期待以前看到台湾可能做了很多很多很棒的，从代工时代然后再到加工出口，然后再到现在有了很多不同领域的品牌，不管从生技也好，从科技也好，那下一个阶段的话，在下一个时代里面，我们从代工走到自己自产，而且等于是大家都认知到这是 Made in 台湾的东西，我觉得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所以我自己对于台湾精品的下一步是真的很期待了。我们真的想在 everyday 里面追求的，追求卓越，但是我觉得卓越的前提是你有很多选择，才可以在选择里面选出相对好的那一个。精品奖在这长达三十年的过程里面，其实你也创造出了很多老创挺新创的机会。今天带着大家一起出国参展，或者可能只是把它聚在一起，然后都共同得到了这个标章，它都可以让彼此去看说，哦，原来别人在做的是这个，而他们都是被选择出来一群很棒的存在。那我相信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彼此的贡献。这几年我知道新创的品牌加入的越来越多，但是新创又会再带着老创
然后产生不同的改变。金品奖可能再往下一个阶段，我觉得可以去努力的，或者说台湾的团队也可以再努力的事情是，如何让自己的高品质变成是让大家觉得非常期待、非常稀有的，那这样才可以创造更高的价值。那并不是说一切都要往奢侈的方向去走，但是原本的 slogan 是物有所值嘛。那我觉得从物有所值再往前进，物超所值，这是这个奖或得奖的单位里面可以去追求的事情。我想谈形象是要有事实来支持嘛。精品当然就是要代表台湾的形象，台湾精品实际上半年过去30年的整个台湾品牌形象的提升，实质上也凝聚业界的共识，不断的创新，提出好的台湾精品。台湾精品30年了，生日快乐！我和台湾精品一起成长过，台湾精品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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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期许再陪台湾走过下一个30年。台湾精品的好产品，只是看到他们的图案都知道它是经过。就拍的路，就是拍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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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路，台湾精品它其实不是一个产品品，就像创新产品界的奥斯卡奖，它就是台湾精品奖。透过台湾精品奖的国内外专家严谨评选，这些东西如何改善了或解决了我们生活的问题。运动员非常需要，就是常常流汗啊。
把我们的爱传播到全世界，让全世界知道如何用我们台湾的精品的好的产品，还有或者相关的服务，去把整个世界呢变得更美好。台湾精品哦，这30年来一直持续的保持世界的视野。我们拿到了台湾精品的奖项的，它事实上是一个杰出的产品。很多企业他很想得到台湾精品奖，他们觉得一个荣耀，可以对客户比较更有帮助啊。现在的疫情的关系的影响，这个时候台湾精品的这个 endorsement 推荐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台湾のいいところをどういうふうに、台湾エクセレンスというのは世界的なブランドにして。So, I'm pleased to say Taiwanese excellence, innovation and value, inner value, gets my thumb up every day. When 骄傲地说出我是台湾精品的时候，我们已经翻转30年台湾产业的形象。台湾精品奖从1993年创办以来，与台湾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阶段的任务都随着台湾产业形态不断进化，让台湾产品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步。台湾精品，创新台湾，精彩世界。我们以推的策略进行，运用台湾具国际知名度的品牌，带领中小企业打出国际品牌知名度。精品奖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活动。1980年时候，台湾的产业已经相当蓬勃的发展，而我们成为欧美国家许多产品，尤其是在民生衣服啦、鞋子啦、运动器材啦主要的供应的来源。可是问题是用别人的牌子，所以我们的 OEM 的话，我们得到的利润非常有限，所以觉得要自创品牌。当时的观念呢，是靠说精品，我们产品好，而且是台湾制造的，所以那时候提出的这个口号，英文叫做 "It's very well made in Taiwan"。光是说我们台湾很不错，就是吹牛，没有实际的例子来支持。所以我们那时候台湾大概国际上很知名的这个产品好 Acer 捷安特，所以我们就请这些公司愿意呢挺身而出，作为台湾的这个是 model 标榜。董施正荣先生也记得，他许多国外的经销商是不赞成的，因为让人家知道台湾做在当时是一个负面的形象，认为是 basement。 但是施先生他为了台湾的这个产品能够被世界所认识，他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以当时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钦佩。施先生还有刘金彪先生，他们呢，不是顾了公司的利益，但是问题是社会上不了解，还以为说你怎么在国际上打的广告，不是捷安特就是 Acer 替他们做广告，实际上不是，他们本来已经很知名。他们有他的市场，可是很多消费者以为他是外国产品，结果一打台湾产品，对他们反而是不利的。我想这是当时各位贵宾午安，今天的说明会即将在3分钟后开始，请各位贵宾尽速就坐。
为了维护说明会的品质，请将您的行动电话关机或调整为震动模式。同时，请各位来宾保持室内社交距离，会议全程请佩戴口罩。谢谢您的配合。提醒您，在会后记得扫描 QR Code 填写电子问卷，也非常欢迎各位加入台湾精品及外贸协会的 LINE 官方账号，及时掌握第一手的重要讯息。谢谢各位。年开始出发，但是经过一场电影的刺激，就是 MIT 的雨伞给我们有识之士感到必须要改进，所以现在呢，已经是达到美而宜的地步，是精美，但是呢，价格很适当，对我们非常有利。我认为正面的影响力很多，大概概括来说三点。第一个是自创品牌的企业会增加，因为他们已经有先进者做榜样。第二个是企业家会重视品质与品牌，企业家在自己的公司里头会增加市场。各位贵宾午安，欢迎莅临由经济部国际贸易局主办、外贸协会执行的第31届台湾精品选拔说明会。今天的说明会将为各位介绍台湾精品推广活动与选拔报名的填写技巧。我们更邀请到上一届的获奖企业为各位做成功案例的分享。最后，我们将保留10分钟的时间开放现场的提问。在说明会的一开始，首先来为各位介绍今天的贵宾以及主讲人，请介绍到的贵宾向现场的来宾挥手致意哦。国际贸易局贸易发展组张淑毅组长，欢迎。外贸协会行销专案处吴俊泽处长。台湾精品获奖企业指纶科技林秋吉创办人。还有我们台湾精品获奖企业美科实业郑佳慧经理，欢迎。还有我们的外贸协会行销处林少辉副处长，陈国龙组长，以及温顺博专员。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外贸协会吴俊泽处长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欢迎吴处长。贸易局张组长，还有我们今天两位帮我们做现场经验分享的林创办人跟郑经理，以及各位在现场以及线上的厂商，大家午安。午安。是。那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们经济部国际贸易局长期对于我们台湾精品计划这样的一个国家型的形象广宣计划，今年迈入第31个年头。那回顾这30年来，我想如果我们把历届得到精品的这些10747项的这个产品呢排成一列，大家进行比较的话，会有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结论，就是台湾企业真的不简单，台湾企业真的是不简单。
那的确这三十年来台湾企业一直在一波一波的这个国际的这个竞争的这种环境之下不畏惧挑战，然后透过不断的创新突破，不论是在产品的研发设计品质跟行销都有非常大幅的这个提升。所以今天台湾制造这四个字所代表的含义，我想是非常给我们值得自信跟骄傲的。那台湾精品的这个选拔机制是非常严谨的，那每一年呢我们这个评审的这个团员是由150位的这个评审构成的，这些是来自于各个行业的这些相关的这些学有专精的专家跟学者所组成，然后脱颖而出，这当然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符合创新优质这样的一个的这个代表。那当然厂商要在这个选拔里面脱颖而出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不过这样的努力事实上是值得的。那有一个厂商曾经跟我分享过说，他觉得获奖才是开始。那因为茂协针对海外的十个重点的目标市场，每年大概有接近50场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实体跟整个这个线上的活动，然后把厂商推向国际。那茂协在第一线的这个最重要的作战部队是由63个我们茂协的外馆跟经济部的这些我们的驻外的同仁一起努力，然后把当地的媒体、当地的这个通路商界结合在一起，向他们的买家就做一个诉求。那当时我们这几年其实也针对消费者方面下了很多功夫，那这个目的是希望能够他们对台湾产制这样的一个东西能够营造他们的信心和好感，那最重要的是能够促成我们厂商的一个商机。那疫情这两年多来，台湾作为自由开放的一个民主阵营呢，我们国家在全球的产业供应链上所扮演的这个关键性角色呢更被凸显，那台湾企业实力也被全球这些业界所重新认识。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期望有更多来自各个行业的有国际竞争力的这些产品呢服务以及解决方案能够踊跃报名我们的这个精品的这个评选。那最后还是感谢我们各位的业界先进支持本会所办理的各项活动，预祝各位能够在第31届的精品选拔获得佳绩，成为台湾精品的国家队的一员，我们一起努力让世界看到台湾。敬祝各位生意兴隆，身体健康，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吴处长，请处长先回座。接下来我们有请台湾精品的主办单位国际贸易局张淑毅组长致辞，掌声欢迎张组长。外贸协会吴处长，今天的两位经验分享的指纶科技林创办人，还有美科实业的郑经理，那各位品牌企业先进，大家午安。午安。谢谢。今天呢，很荣幸能够代表贸易局来欢迎大家来出席今天的台湾精品选拔的说明会。我想也特别谢谢各位对这个精品选拔的关心跟重视。那台湾精品选拔是我们台湾产业形象广宣计划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为了要去推广我们的形象，我们一定要把好的产品给找出来，所以我们跟茂协共同的主办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是希望把我们的整个产业形象来提升。那刚刚处长也讲了，其实这今年是第31年，我们从82年开始就设计的这个台湾精品作为我们优良产品的共同的标志，然后办理了台湾精品的选拔。那得奖的产品可以使用我们台湾精品，就台湾 Excellence， 其实这个商标我们也注在全球也100多个国家也都有注册。那如果这样子的广宣，我想这个台湾 Excellence 一定是精品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标章。那因为台湾它是以中小企业为主，那
很多的厂商都缺少了国际行销的资源，还有品牌推广的经验。那企业得奖了以后，就可以用这个台湾精品这样子的共同品牌的概念，透过国家的资源跟力量，还有创新行销的活动，来推广获奖产品还有品牌。所以我们这30年来，其实我们有吸引了11330家的企业，25765件产品来报名参选，那也有10747件的产品来获奖。那去年呢，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其实去年就有598家的企业，1179件产品来报名，就可以知道厂商其实参与的十分的踊跃。那台湾精品奖好处很多，我想刚刚处长也稍微提了一下。那我们用这样子的标志，我们在台湾精品就把它拿到国内外各市来去做一些广宣的活动，又借由茂协这个执行团队，其实他们在拓销行销这一块其实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所以我们在国际专业的展览，还我们就去吸引国际买主，把这些对象找来来看我们的精品，看我们台湾优势的产业。另外呢，其实行销处也办理了很多的记者会，还有新产品发表会，来向世界的这全球的买主来去宣泄我们的产品就是好的。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在国内外实体的通路还有电商的平台来设置台湾精品的专区，透过网络社群媒体等来进行 B2C 的数位行销。我想这些相关的活动都是能够让大家争取到更多订单，可以推广我们台湾优良的产品。所以呢，各国在买主对我们这个产品的信心跟好感度是提升的，那商机当然也就创造了更多。那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其实我们去年又推动了一个更大型的一个公益活动，就是爱无界台湾精品 Sharing is Caring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就是希望让各国他在选择我们的精品，再把他们逐梦，就是希望怎么样用我们的精品来去做公益的活动，这样子来提一个计划。那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构想，其实全球有61国781件产品，781件提案，也选出了3项的提案。那今年呢，我们也跟茂协来共同努力，希望把这3案在我们世界各国，其实那3案一个是比利时啊，一个是菲律宾，一个是台湾宜兰，我们今年绝对会去把这个落实，让这些提案的人把这个逐梦最美，把这个计划来好好的落实。那我想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所以我们也是借这样子的机会来告诉这些厂商，台湾精品企业我们共同来推动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那为了要更接地气，今年台湾精品也会持续的跟目标市场的产业工协会通路还有公关团队来合作，也会以永续元宇宙等议题为主轴，来协助企业在变化莫测的经贸环境下怎么样去站稳脚步，让全球来认识台湾优良的企业。那此外呢，台湾精品奖其实是要引领产业去迈向转型之路，在选拔的过程中，刚刚处长也讲了，我们是用国内外的评审非常严谨的来选出，其实我们也会去重视这个 ESG 的投入，包括环境保护、劳工跟身心障碍者权益等，来呼吁这个企业能够注重到这样子的一个趋势。那许多企业得奖了以后，都透过自己的努力还有跟着我们共同的推广活动获得很好的成果。那我也试举几个例子来跟各位来分享，像深耕台湾30年的爱法科技研发制造的这个 iControl 冷气智慧控制器，它就是经由台湾精品的群众来集资辅导，
然后上架到集资平台，那就吸引了超过4000人来参与。那短短的4个小时内就达到预设的新目标300,000元的目标。那后续呢，他也更募集了超过260,000元，远远超过他本来目标的8倍。那另外呢，因为去年许多企业都会因为疫情来进行居家分流上班嘛，那卡讯电子呢也很早就布局了市场，发布了出一系列的智慧办公还有会议解决的方案，借由台湾精品安排的线上洽谈，他也与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等西南向国家的买主来成功的媒合。那另外呢，伊乐博是医疗产业的新创之星，他透过了台湾精品的安排，成功的跟德国经销代理去洽谈引进该公司的医疗照护真空血液收集系统。那这家公司呢，去年也参加了我们的线上展，网络行销成效很不错，活动期间公司的网站流量成长了大概是40%到50%之间，那买主询问度也提高到70%。那今天呢，刚刚分享的是几个成功的案例，今天其实也特别邀请另外两家，我想等一下他也会来跟我们分享。我想就是参选还有运用台湾精品奖成功的行销经验，这是大家可以利用的资源。那我想他们分享了以后，大家一定会 心里有很多的收获。那最后呢，希望在场的各位品牌企业也能够加入我们台湾精品的这艘国家航队，航向世界，一起拓展全世界的市场。那祝各位身体健康，生意兴隆，谢谢大家的出席，谢谢。谢谢，谢谢张组长。组长请台上留步。今天难得的机会，我们请念到大名的贵宾一同来到舞台上合影，让我们掌声邀请外贸协会吴俊泽处长，指纹科技林秋吉创办人，美科实业郑佳慧经理，还有外贸协会林少辉副处长一同上台，为今天的说明会留下珍贵的合影。来，我们请各位拿着台湾精品的手举牌，来微笑面对前方的镜头。我们第一轮先戴着口罩合影。来，我们看摄影师。好的，那我们现在请各位贵宾暂时拿下口罩，那把它收在合适的地方。那我们来进行第二张的合影。好，我们看向摄影师。好的，谢谢，谢谢各位贵宾，请各位贵宾先行回座，小心您的脚步。谢谢，谢谢各位贵宾。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外贸协会林少辉副处长来为我们介绍台湾精品选拔国内外推广活动。我们掌声欢迎林副处长。贸易局张组长，各位企业先进，大家好，欢迎参加今天台湾精品选拔说明会。好，大家知道台湾精品奖是经济部为了要推广台湾产业设立的奖项，那凡是有价值的奖项都是得来不易的，选拔的过程是非常严谨，因此台湾精品也被称为产业界的奥斯卡奖。那参加选拔会需要相当的准备哦。那今天我们除了会跟大家介绍什么是台湾精品，还有参加选拔要注意哪些事项，以及得奖以后有哪一些好处啊。那我们也很荣幸今天能够邀请到指纹科技的 George， 还有美科实业的 Catherine 来跟大家分享他们怎么样跟台湾精品
一起行销国际的一些成功的经验。好，这个是我今天的简报大纲。好，那首先要跟大家介绍台湾精品，那为什么会有台湾精品，我想在座各位都很年轻，那如果有四五年级的朋友，或许会有印象，在1980年代，有一些好莱坞的电影，他们会有的时候会带点嘲讽，在说我们的台湾的产品，比方说有一部电影叫《致命的吸引力》在男主角他在大雨中，他想要把他的伞打开，可是他那把伞却坏了，他就很生气地对着那把伞说 Made in Taiwan。那这个是那个年代，国际间对于我们台湾产品的一个印象。那为了要强调我们台湾优质的产品，那经济部在1993年的时候成立了这个台湾精品，那这个是我们政府结合民间企业，我们要在国际间提升台湾产业形象的一个开始。那30年来我们台湾精品也经历了4个品牌的发展阶段。那2020年我们正式进入了第4个阶段，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打造台湾精品可以提供创新生活体验的一个形象，同时我们以创新台湾精彩世界来作为台湾精品的标语。我们的品牌宣言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台湾精品提供的这个解决方案，能够给人们对于生活的一个美好的想象，让大家勇于追求梦想，活出精彩的每一天，所以我们的英文标语就是台湾 Excellence Everyday Excellence。 那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的得奖企业，大家踊跃的使用我们这个品牌宣言，这个可以帮助您的买主或者是潜在的代理商对于台湾精品的意涵有更深的认识。好，那台湾精品奖从1993年起开始举办，那今年我们现在的选拔是第31届，那我们贸协也很荣幸能够承接经济部国际贸易局委托办理这项专案，那在贸易局的指导跟支持下，我们跟品牌企业合作，把不同产业但是都一样可以代表我们台湾优质创新形象的台湾精品推向国际。那每一年台湾精品由国内外140多个评审，那根据研发、设计、品质、行销这4大专业领域，并且加入台湾产制的考量，我们从1200多件的产品当中去严选出最创新跟优质的产品。那台湾精品跟国际间一般奖项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是得奖以后才是开始，我们的得奖品牌会由贸协以台湾精品这个共同品牌透过整合行销跟企业来一起进行国内外的宣传。那我们提到得奖有什么好处，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大家可以运用政府提供的资源来行销国际。那台湾精品办理的各项整合行销活动呢，我们是兼顾专业买主还有一般消费者。那由于永续发展已经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公共议题，那台湾精品除了在选拔，我们更重视企业在 ESG 的投入，后续的各项推广活动我们也都会更关注 ESG 这个议题。好，那爱无界这个公益活动呢，就是跟 ESG 相关的一个公益活动。那去年我们台湾精品结合了得奖品牌发起全球公益提案的活动，我们总共有29家精品企业在参与赞助，那收到了来自全球61个国家781件的提案报名。那最后我们选出的3个提案分别是来自菲律宾、纽西兰还有台湾。今年我们就是会运用台湾精品来落实这3个提案，协助这些地方的这个偏乡教育、医疗，还有解决当地这个电力供应不稳定这些问题。同时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能够增进我们台湾精品还有品牌企业的国际形象以及知名度。每一年台湾精品都不断地在探索新的行销管道，我们希望能够
扩大触及我们的目标对象，提高宣传的效果。那今年我们会首度在日本新形态的部落格 Note 来经营台湾精品专栏。那这个平台呢，也是日本很多知名的品牌，像是 Clean、 Panasonic， 他们会透过这样一个平台来跟他们的消费者沟通互动。那针对全球广大的 Podcast 收听的群众哦，我们会在马来西亚、印度等目标市场哦，扩大跟当地的知名的 Podcaster 合作推广。那再来就是因应全球元宇宙这样子的一个热潮哦，我们会跟 Twitch 的直播主合作哦，在 Minecraft 打造台湾精品的虚拟乐园，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触达年轻的族群。再来是数位行销，这个一直是我们台湾精品非常重视的一个行销管道。那为了要接地气，我们跟目标市场的专业团队合作，在地化的经营当地最受欢迎的社群。目前我们台湾精品的全球粉丝有超过370万人，那专业人士他们常用的这个 LinkedIn 的这个平台呢，我们也已经有超过了12000个粉丝。在社群之外，我们台湾精品的官网它有8个语系，除了传达我们台湾精品最新的讯息以外，它也协助我们的得奖的产品来导购。那此外，我们为了要跟实体展相辅相成，我们也设置了数位台湾精品馆，让影音图片这些多元的呈现方式来介绍我们的得奖产品。那同时我们也有留言的功能，能够帮助企业掌握商机。在疫情期间，企业非常的仰赖线上的活动，尤其像是线上发表会。那它除了能够帮助我们的品牌企业做形象的宣传，同时台湾精品也跟国外的工协会还有各个当地的这个专业媒体合作，除了办理活动以外，我们也透过他们的管道去邀请专业的买主，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协助企业更有效率的去开发他们的潜在买主。很多企业跟我们反映，媒体宣传是他们非常需要的服务。那台湾精品就是透过跟国内外的专业媒体合作专题报道，那受访的企业表示，除了有效地帮助他们提升品牌知名度以外呢，他们也因为这些报道接到了许多潜在买主的洽询。那此外，由于中小企业他们比较欠缺制作影音宣传品的能力，去年我们协助了139家的企业拍摄产品的短影音。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企业也一起参与，所以他们也从这个过程中学习到怎么样制作短影音的一些技巧，那同时在他们的品牌推广上也有发挥很大的帮助。为了让买主还有消费者能够实际体验台湾精品，那今年我们规划了一些活动，那第一个就是我们会在泰国、印度跟越南办理跨国的线上公益路跑，我们希望透过运动来行销台湾精品。那同时我们 也会在当地办理一些公益回馈的活动。那再来就是像印尼的这个运动产品体验会，我们会透过这样子的情境展示区的这样的展示方式，让潜在买主还有代理商来体验我们的台湾产品。马来西亚的健康乐活周活动，我们目前规划的是要推广我们台湾精品的健康照护品牌，同时 也会在这个活动里头去安排商机洽谈，还有对当地进行公益捐赠。再来就是我们要协助得奖品牌降低市场开发的风险，那台湾精品特别跟目标市场的一些通路商合作，比方说日本的乐天、菲律宾的 PC Express 等等，我们协助更多品牌的产品在这些平台上架，来帮助他们销售。那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我们今年的选拔时程。那第31届的台湾精品，我们会从4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报名，一直到6月30号的中午为止，那希望大家要把握这个报名的期间，那9月我们会办理产品的现场评鉴，那预计10月底会公告得奖的名单，11月就会举行颁奖典礼。好，
那以上是我的报告，那接下来我们会请那个指纶的这个创办人 George 还有这个美科的 Catherine 来分别进行经验分享。那我们也非常欢迎企业踊跃报名参加台湾精品的选拔，预祝大家顺利获奖，谢谢。谢谢，谢谢林副处长精彩的简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交给上一届的台湾精品获奖企业指纶科技林秋吉创办人为我们分享获奖的秘诀，掌声欢迎林秋吉创办人。好的，各位好，我是秋吉，英文就叫 George。那很开心今天能来跟大家分享，知可拍这个品牌怎么样利用台湾精品的优势，让自己从零到成长。到去年2021年，我们获得了《时代》杂志的百大创新发明。那里面的百大创新发明不乏来自世界500强的公司所做的创新的产品，那唯一来自台湾的品牌就是知可拍。那我们也查了一下，曾经获得《时代》杂志百大殊荣的，还有另外一个台湾的厂商，就是台积电。所以很高兴，我们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知可拍是怎么样做到这样的。那现在知可拍已经在全球16个国家销售，那有各个不同语系的网站来满足我们的喜好的族群跟消费者。那我们也报了非常多年的台湾精品奖，不管是历经挫折再重新 整理好然后再出发再报名，我们总共获得了3届的台湾精品。那现在呢，我们也已经是全世界唯一的指向机的算是独家的供应跟独家的品牌商。那我们是唯一使用也是台湾精品的石头纸，它可以埋入土中被环境分解，而且我们利用纸的特色做到了高度的客制化。还有我们最有趣的是，这台相机是可以让你自己创造自己 create。 然后再来就是台湾另外一个骄傲，大力光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那我们的研发跟生产厂商也是台湾知名的，目前是群光企业。这个群光是所有您看过的世界知名的镜头跟相机大厂的背后的强力后盾。所以知可拍这个品牌真的是来自所有不管是台湾的软实力跟硬实力的结合。那我们除了台湾精品的肯定之外，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多国外的奖项，我们大概是科技业界里面获得最多设计奖项的品牌了。从德国设计奖、红点奖、意大利 A Design， 还有亚洲等等世界各国的设计奖，都对我们台湾的品牌把科技导向美学跟艺术的这样创举给予我很大的肯定。那当然我们在世界各国不管是在代理商做首次的推出，还有我们自己在做新产品的 launch 的时候，其实都获得了非常多的媒体的报道。所以各位现在输入 paper camera paper shoot 知可拍，您可以看到数万则有关于知可拍品牌在不同国家不同杂志媒体上的很多对于我们的肯定。那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不再是锁定3C电子通路，像各位可能在光华商场啊或者是一般的电子街所看到这样通路，我们是唯一可以打进博物馆、选品、艺术商店，还有大家都最熟悉的文创通路。所以我们在日本也好，马来西亚欧美等等，我们所进入的商店其实都是一般的科技产品所没办法打进去的。而这些商店也因为我们所这么高的科技含量，变成一个他们店里面的亮点商品。所以我们善用我们独有的独卖点，也在实体也在虚拟的线上通路都发挥我们最大的影响力。那要跟各位提到的是，我们怎么样从台湾走入国际。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跟巨人还有跟很棒的合作伙伴做结合。所以呢您看过可口可乐、星巴克所有世界上的指向机，其实我们都跟他做一个联名合作，包含接下来会推出很有名的巨星台湾的天团的指向机也都来自我们。所以我们提供了我们最好的环保价值、创意、艺术还有客制化的特色，让这些人都可以不管是把我们当作他最棒的周边商品
VIP 礼物或是行销用的这个相机，都可以利用我们所提供的附加价值跟品牌做最好的结合。那我们呢得过金品奖的总共有三个，第一个得到的是我们经典款的指相机系列。那指相机系列到现在已经推出了将近400多个款式，每一个款式可以说不管、你是不同的族群客人、不同的喜好，你的美感等等，我们都有专属的款式系列可以供进我们锁定的这一个目标客群里面。那我们也把所谓的木头这个天然的材料，还有我们在桃园大溪的这个家具的边角料，做成我们的木头这个天然相机，它是唯一你在摄影的时候居然用得到你的触觉跟你的嗅觉，真的来自、天然所做出的数位相机。那我们得过第二次是我们的 Cross 系列，那这系列也是我刚刚提到得过最多国外的设计大奖的系列，我们成功了让自己进入到了、所谓的时尚、艺术、博物馆等等的高级通路。因为、您看到了我们所有的、设计跳脱出原本的指相机，可能人家会觉得说它是一个轻便，然后有创作、有、文创艺术特质，我们更让它进入到精品相机这样子的 label。 所以这样子的产品进入到精品店的时候，我们变成了唯一里面的数位相机，让很多人在不预期的情况下发现一个，哇，这个产品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在了解品牌我们、背后的、让人们可以 DIY， 让人们可以享受到环保创意等等的特色，他们又更乐意去分享给他的朋友。那可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也做了很多有趣的木质的相机，让、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可以说你用所有拍照的工具都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您拿直可拍相机的时候，大家都会哇，用很有趣的方式 Is that a real camera？大家人跟人的、沟通也好，认识也好，就从你用这台相机变成一个有趣的起点。那所有的设计其实都可以让各位看到，它不再是你想象中的相机了，它真的是真的具有台湾的这种、创意，还有设计，还有台湾的科技跟光学实力，才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产品。那故宫里面的翠玉白菜相机也是现在外交部总统府的外交礼物，那这也是我们的骄傲之一，我们是故宫里面唯一的高科技产品，然后把国宝用这样子的呈现，让全世界收到这礼物的人都会惊叹台湾真的做到了、这么棒的产品，然后当每一个人要告诉介绍的时候，都会带到台湾的故宫，还有台湾的所有产业。那我们也用很多的环保材质，像真正的柚叶去做成的柚叶相机，然后还有软木材质，也是我们在、软木皮上面可以不断的重生，我们利用它的这个重生的材质做成软木相机。那现在我们更跳脱出、过往的这一个框架，我们设计出了、Think and Shoot 这样子用磁铁就可以轻易的变换外壳，而且也结合了柚叶跟台湾的窗花、把台湾的传统跟文化利用这样的产品，这样的行动艺术品呈现在人们面前。那整台相机可以说是、科技，但是带给你复古的底片体验。所以有人、跟我们形容是我们是 film style 的 digital camera。 那整个除了用大力光镜头之外，我们这么轻薄这么、简易的设计里面，我们还有所谓的四个滤镜、缩时还有录影的功能，再加上我们现在有6个特效镜头，所以在这么多个不同的变化里面，消费者的乐趣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他每次在使用我们的产品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的惊喜跟特殊的我们讲的使用体验。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点了，我们要怎么样、在进入了台湾精品这样的大家庭之后，我们善用我们的特色跟、精品的团队里面所办的每一个活动做结合。那各位可以发现，其实经营一个品牌，它要付出的不只是研发制造，还有很高额的行销
这样的经费，而台湾精品可以让我们减低我们这么高的行销门槛借由每个国家不同的台湾推广台湾精品的活动，不管是线上线下，我们就可以达到不用自己出国，也不用自己办这么大的活动去邀请买家，他就可以让我们做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把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产品您可以看到左上角是线上展览馆，我们把所有的目录跟我们产品照 po 上去之后，买家们就可以逛虚拟的展览设计馆，然后有兴趣的买家再寄信再联络我们。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真的参加了很多这种线上的直播，还有线上买家的面对面沟通，还有这种虚拟的展馆，拓展我们国际的市场。那再来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台湾精品会举办的网红行销、网红分享，那我们很积极的去告诉就是我们的主办窗口，告诉他我们最近推出了这个相机，它有多酷，它的新功能是什么，那可不可以请您配合的行销公司，而且是非常大的行销公司澳美，来考虑看看我们的产品适不适合跟他们结合。那他们拍出的影片的质感之高，可以说说每一个都是百万等级的影片跟分享。那除了国内之外，国外的网红，像泰国非常有名，就像台湾的电踏少女一样，她分享科技跟创新产品的平台，我们也很顺利的可以跟他们结合。那也因此我们在跟泰国的买家介绍的时候，我们就善用这个泰国网红介绍的影片，让买家可以在不用担心说英语文的这个隔阂限制下，他看的影片就觉得哇，你的东西在泰国有市场，那我们就进一步去洽谈所谓的代理经销等等。所以利用台湾精品这么棒的素材去产生再行销，跟你未来在推广国际市场的再利用，这个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南向市场，还有我们所谓的新的市场的开发这一块，其实当你成为台湾精品的大家族之后，你都会看到哦，现在有土耳其网红的这一个选拔，那你的产品如果符合选拔的条件，那你就有机会成为这个网红开箱的产品。那我们整理了所有我们的产品资料，然后也寄去我们的主办单位，那也告诉他我们真的很希望开拓这个土耳其，尤其在这个地区这么重要的指标性市场，那很高兴我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也获得了这个百万网红还有将近100万的 review。 那除了刚刚讲的南向，还有我们的其他新兴市场，在台湾更是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场地是地主。那我们参加了台湾的时尚台北时尚周，这一个对于所有的品牌来讲都想要进入的殿堂，我们透过了台湾精品的选拔，也成功的进入了时装大秀里面。它这个影片呢，让我们成功的进入所谓的时尚界，而且所有的人对于我们来讲的话这样的曝光，这样的露出，对品牌的加分是应该是自己要花非常多的钱才有办法做到，但是你成为台湾精品之后做这样的结合，它马上帮你进入到人们都想要做到的时尚周的大秀里面，那也让我们可以成功进入 Vogue 杂志 GQ 杂志的报道。所以很多领域我觉得我们努力了很久，倒不如我们跟所谓巨人，所谓的强者一起联手合作，让你可以更进入这个市场跟这个世界。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最近的露出是黄子佼的专访，他主办的线上直播的互动，还有他本人自己开的蓝色多瑙河的文艺的节目，也因为台湾精品的这个活动而邀请我们去节目上他的一对一的直播。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机会都是要靠自己掌握，很多的平台都是不管是冒险台湾精品提供出来之后，你要找出你的特点，可以跟他马上做结合，而且发挥你产品的品牌的最大影响力，去努力的行销推广自己。当你在这个平台
上呈现之后，你的效益才会是最大的。那很高兴我们在疫情期间也透过台湾精品的台湾 InDesign 实体的这个展览，我们也可能不缺席，而且在这个展览里面，我们的人不用亲自飞到法国，冒险在法国的驻点有法语中文都通的人员现场帮你介绍产品，帮你收集买家的资讯，让我们可以在台湾也拓及到这个法国的重要市场，还有欧洲很多买家也都透过这个食品展，未来也会有很多的这种今年也有这样子的食品展，我们实际的面对买家，让他看到摸到我们的产品，而进一步对我们产生最大的信心跟兴趣。那我们这边呢也是非常开心，跟冒险跟台湾精品一样，都不断的做到 ESG 的努力，我们努力的把产品不然从包材材质做到环保，做到不浪费，也努力的让相机可以影响到更多我们讲的偏乡的孩童他的世界。我们现在也在跟我们的西班牙代理商努力的把台湾的直可拍相机送到难民儿童的手上，由他们100公分的高度拍下的照片，然后我们呈现回来给我们其他现在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人们，让他们知道真的很多很重要的议题，不管是贫穷，不管是难民的议题，都需要人们更多的关怀。好的，很高兴今天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这个得来不易的台湾品牌。那未来如果各位申请台湾精品有一些问题，除了主办单位之外，也很欢迎找我们，我们很乐意跟大家分享说我们怎么样获奖，还有怎么样在获奖之后可以利用它让自己成长，自己成长。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林秋吉创办人的分享。那现在我们欢迎同样也是上一届的台湾精品奖获奖企业美科实业郑佳慧经理来跟各位分享参选的心得，我们掌声欢迎郑佳慧经理。冒险长官伙伴们还有现场的产业先进们，大家下午好。那我是爱马仕的经理啊，那这个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是想针对大家我不晓得现场有得过台湾精品奖可以举手一下吗？好，非常好，好，那很好，就是我这个是准备给没有得或者是正准备要申请的厂商们来去做分享的哈。那其实在这一条精品的路上呢 ，Aromas 它我们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那在30届跟29届，我们都有得到台湾精品奖。在28届呢，就是第一次就中箭落嘛。可是我们并没有，我们这是一个励志的故事了哈。那就是说我们就是不一直。跟团队去磨练，去找出自己的问题所在，所以很荣幸也在2年前我们得到了第一个台湾精品奖。那台湾精品30年呢，我们的等一下我会介绍我们的创办人，那他也发现说，其实在30年里面，居然有一些厂商，其实他们是得过超过30个奖项，也就是说他们一年就申请了一个，而且他是每年在申请，所以表示说这是一个可持续性的。而且是非常令人振奋，得来非常光荣的一个奖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年度主题影片。
好，那 Aromas 成立在18年前，那如果他在我旁边的话，他就是一个18岁的人了。好，我们来幻想一下，他是一个刚才影片有带到的一个非常充满活力热情的一个、人物的形象。那在、我们成立这个品牌之前，其实我的老板Eric 他是一个承袭60年一家子的头发的技术，来自日本的头发的技术的能力，所以他在保品界来说他其实是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他在成立 Aromas 的第一年开始，就是18年前，他就决定只做头皮。那我们找到了头皮这一块的 niche，就往下深根。那我们发现的是在头皮里面的迷思，好，那就是、大家其实可以想一下，大概花个5秒钟想一下，哎，我有花我的人生里面花了多少时间在照顾我的头皮？好，那花了多少的资源在照顾我的头皮？可能很少，相对于脸来说真的很少哦。那可是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头皮其实是我们脸皮肤的延伸嘛，那为什么我们花了这么多钱在自己的脸上，却没有花资源跟时间在自己的头上，而我们却觉得它可以一直长出茂密的头发？好，这就是我们想要解决的痛点，不管是空污，不管是压力，或者是、饮食方面的，它都有可能会造成头发头皮的问题。那么头皮的问题严重起来的话，就是会造成落发。所以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只看到了落发，那有没有想过其实它其实是还有更早期的问题？好，那爱马仕与他的创办人就是，这是 Eric， 那他自己有在 FB 上面有一个叫头皮先生 Mr. Scalp 的专业。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或者是你本身呢有头皮的问题很严重的话，欢迎到他的粉丝专业跟他聊聊天，他会安排一个、头皮的疗程，然后我们也会提供头皮的3步骤可以在家里做，然后我们也成功的帮助到很多的有头皮严重的，比如说脂漏性皮肤炎或者是干癣的一些病患，得到了他们生活的品质。所以、Eric 他说，我不伟大，但是我有一个梦想。他的梦想是什么？他常常在实验室里面想要从根本解决问题。凡事我们都想从根本解决问题，那头皮也是，头皮我们就要从毛囊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爱马仕的一个 mission 就是要解决全世界的人的头皮问题。好，那爱马仕得到从我们的配方草本的配方到外瓶的设计，得过了非常多的世界级的大奖，那包括 IF， 包括去年得到的日本、Good Design 的 Best 100， 我们是前100名的得奖者。好，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得了2届的、台湾精品奖。好，缺角瓶，大家看到这个缺角瓶，它长得有点怪，它不是一个对称的形状。那我们来想一下，这个缺角代表是什么意思？刚才其实我已经破题了，这个缺角就是你没有看到的角落，我们都没有看到的角落。好，那这个 missing corner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头皮。看到这一瓶洗发精的时候就说，哎，对，是时候来洗个头了。好，那有很多严重的头皮患者呢，没有看到这一瓶洗发精，或者家里没有囤货，或者是囤货在慢慢减少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紧张。好，那他们就会，台湾很多的消费者都叫它绿宝石。好，那这个是 Good Design 的部分，我们在台湾的专利申请了这个缺角瓶的专利，所以它也让我们在日本的国际大奖大放异彩。好，那这个独创的配方呢，我希望大家、在看到爱马仕的故事的时候也会自己套入一下，在研发、品质、设计、行销这里面的一个串联跟流动，那我们怎么去凸显自己的品牌或者自己产品的独特性。爱马仕的产品它一开始是跟邱秉琦皮肤科医生共同研发，那邱秉琦、医生就说，哎，我的客人，我的病人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他脂漏性皮肤炎，或者是他、干癣，他吃类固醇吃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快好了，但是呢有可能他就是功亏一篑，所以他就常常就是固定的期间要来跟他见面一下。但是他一直在想，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抗药性的成分，但是是可以解决头皮最后一缕路的问题。好，那这时候他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刚才的那个头皮先生。头皮先生呢，他就想了又想，嗯，好，那就是甘草次酸复合物，它就是草本的类固醇。我们来想一下，类固醇有什么功能？可以消炎，可以去红，
但是他很厉害的是，他在有清洁能力的状况之下，他不会造成刺激，还可以保湿。我们试想一下，有没有洗的头发洗特别干净的时候，觉得很涩，头发很紧，头很紧，然后很痒，很想抓，哦，那个就是过度清洁。但是这一支洗发精里面的甘草次酸复合物呢，可以做到保湿的功能。好，那它是一个液态剂型，液态表示什么？它是水。好，它使用的方式也非常的特别，就是直接旋开就往头皮倒，哦，不要用到水哦，都不用沾湿，直接往头皮倒。所以呢，它可以解决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头皮的问题。好，不要以为我用了很棒的洗发精，落件洗发精，我就会长头发。如果我们的毛囊还是卡着很严重的油垢的话，其实给它这么好的东西都是下不去也上不来的。好，那我们在功效性测试的部分，现在讲到的是数据哈，然后我们有讲啦，我们可以降低油脂 28%， 在30天的使用之后呢，也可以让发炎呢降低了 84%， 更重要的是提升保水度到了 30% 左右。好，那我们送到 SGS 是做什么样的认证呢？在60秒之内可以做到 99.99% 的细菌的消灭。好，灭菌率有 99.99%， 皮屑芽孢菌就是让我们头皮产生头皮屑的那一只细菌，所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呢就可以将它消灭。那刚才有讲到说，我们协助医生在这个头皮的最后一里路呢，我们有达到就是提供了头皮的三步骤的居家养护，可以在家里使用，不用常常跑医院。然后呢，还有生活的卫教，该怎么吃作息应该怎么做调整该怎么去在日常的生活一些小步骤里面去做到注意的动作，我们都会提醒。好，那这个健康的洗发精呢，其实这是最重要，这也是爱马仕的基石。我们不是只有一个，我们是七个。所以在之前有提到过，我问过一些消费者说，哎，你们觉得健康洗发精应该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条件？没有细鳞。好，没有细鳞。那其实呢，爱马仕有的就是七大诉求，没有细鳞只是其中的一个，而最厉害的就是我们没有防腐剂，但是可以保存5年。那如果说是在保品界的话，就知道说其实有添加防腐剂也就3年而已，所以我们是用特殊的一个成分去做到这一个非常厉害的技术。好，爱马仕的全产品之前得到的是这个头皮净化液，那在今年得到的是这一支蓝色的强健丰盈洗发精。那今年我们在团队还在考虑说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做奖项的申请。那这一支洗发精很特别，如果你们有拿到的话，记得头皮的那个垫片要拿掉，旋开控制水量，再往头上淋，按摩1到2分钟之后冲掉，再接自己的洗发精。我们没有说一定要用我们的洗发精，但是你们的洗发精之前一定都需要这一支前导的洗发液。喜极而泣的眼泪是什么呢？是这个林小姐，她大概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有干癣。那干癣它是一个免疫性的问题，免疫性的疾病，她可能很早就十几岁 就有了。那她这个疾病通常只能用类固醇。好，那我们看到她类固醇其实用到她是基本上她是轮椅推进来的。她觉得说反正我也已经医生也都看遍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是我真的希望能够让我痒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能够降低，所以她来找到爱马仕。那我们提供她就是刚才这一支头皮洁力而已，然后来帮助她。这是第一周她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角质很厚的卡在那个发际线。那么经过了一周之后，加10天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的那个发际线的这个那个角质呢，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自己本来的颜色了。接下来是怎么好像跟正常人一模一样。30天之内我们就可以做到有效的控制。那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这样子呢？是因为我们有跟恩主公的医院去做一个头皮养护中心，那他就在皮肤科的隔壁。我们来看一下内装。通常我们会请医生先确认他是有头皮的问题之后，就会送过来我们的头皮养护中心去做一个头皮的检测，然后再做头皮的疗程。那我们在做检测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专利的一个检测的软体，它可以根据我们头皮的四区去做一个头皮直径的比较，来看看有没有哪一区是有落发的问题。
再来，我们也在台湾呢，请了百位医生来做一致的推荐，行销了18个国家，18个国家代表的是什么？18个国家的安规认证。好，我们在全球的部分呢，有上架了连锁药妆药局 7-11 还有 Costco 的部分，还有在医美诊所，就是韩国的医美诊所上架。那我们也持续的参加医学的相关讲座，这是国外的网红好评的部分，还有国际的医学年会，这是我在印度的医学年会，还有菲律宾的医学年会。然后我们在肝癌基金会呢，在波兰成立了哈。那创办人其实是我们的经销商，他自己本身就是因为肝癌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那那边能够用的产品也都只有类固醇，所以他使用了艾玛斯之后得到了解决之后，他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在德国的肝癌专案呢，我们也帮助了50位的肝癌患者。那他们说呢，他们的反馈是：哎，我居然可以好了。Heal， 可是我们不讲 Heal， 我们讲 Under Control。 然后呢，他也说你把我的 生活的品质提高了，我可在社交上在工作上其实都有大大的自信的提升。那这个是网络的好评，他觉得用完艾玛斯洗发精之后清爽，比较不痒，皮屑会减少。好，那这都是我们5星级的好评。那么在 ESG 的部分呢，我们有 10-10 的一个 commitment， 但是原本要在2030年承诺做到，但我们去年就做到了 10% 的绿电。然后我们也从这个缺角呢，因为参加了很多缺角，就是去基金会去照顾很多的院生之后，才发现其实他们的老师有很严重的问题，而他们就是这个缺角，没有被看见的需要跟角落。那我们就从前年开始就一连串的活动来照顾这些老师，借由去照顾这些院生，可能带他们就是推轮椅带他们去走一走让老师去做忙，就是我们有跟爱忙去做合作，他们会爱忙的老师会来帮这些老师去做按摩那用这样的方式让这些老师能够喘息，进而让自己再充满能量再去照顾这些院生。好，那我们在想头皮呢，地球也有头皮啊，地球也有头皮，所以我们也要立志来照顾这些地球的头皮。所以我们在去年呢，台北这边在木栅的地方，我们种了300棵树。今年在非洲，我们会种200棵树。好，那这是永续的摇篮到摇篮的认证。通常产品都是一次性的，叫做摇篮到坟墓。那这个认证呢，是一个欧洲的认证，它就是摇篮到摇篮，从内料到外瓶，它都必须要到一个可分解的状态。好，那我们爱马斯呢是一个 B 型企业 ，B 型企业是比较新，但是我相信各位如果说想要参加的话，我们会后可以再更多的来 做一个琢磨跟讨论。那 B 就是 better for the world 的意思，那 B 型企业就是我们改变的开始。好，那谢谢大家。就是登上这个舰队之后呢，其实会有很多，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让大家看的啦哦，得奖的密码自己找一下。就是现在流量密码很夯，现在得奖密码也是从我们自己自身的产品过去、现在和未来写出一个故事，然后创新独特跟市场区隔必须写出来，然后数据的分析、重点的归纳，好，自己看得下去的作品裁判才看得下去。好，因为我们常常像我们过去是常常都用自己的角度就觉得说，哎，我们不是就应该这样写吗？讲得很专业，就是那个高度其实是很高的。但其实我们如何让一个完全不认识我们品牌的人去了解我们的品牌，愿意来倾听这个品牌，那我觉得这很重要。从一个完全不懂这个产品的人的角度去写，我觉得这才是有可能敲开这个台湾金品奖的门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好，那欢迎大家登上台湾金品奖舰队。台湾金品奖舰队一旦登上之后呢，就会有，再给我1分钟好吗？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露出啦。对，新南向的，这美国的，美国这个很强。好 ，OK， 这个是泰国的，泰国我们也因为这样子签下了一个经销商。然后还有就是菲律宾的歌喉站的赞助，就是带着我们走出去。然后这是台湾的台北时装周。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扫这个条码进到我们的 FB， 然后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是奖项的问题或者是台湾金品奖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在会后做一个交流。谢谢大家。谢谢郑经理精彩的介绍。
在听完了上一届台湾精品获奖企业的成功案例分享后，相信各位一定很想了解整个选拔的流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接下来就交由外贸协会温顺博专员来为各位介绍台湾精品选拔须知、报名流程及填写的技巧。我们掌声欢迎温专员。各位厂商、企业代表，大家好。我这边要来讲一下选拔须知、报名系统，还有一些填写技巧的部分。OK， 首先是选拔须知的部分，那这非常重要哈。申请资格是什么？那我们的申请资格呢？这边有写，就是报名公司你必须是制造或者是研发单位设在台湾哦，制造或者是研发单位设在台湾哦。是这样，还有就是说，你报名的产品必须是3年未满的量产工业产品。那量，你不是一个什么 模型啊、mock 啊，或者只是一个 sample 而已哦，你必须是量产的工业产品。那还有什么样的产品是不能报名我们台湾精品奖的呢？食品和药品是不能报名我们台湾精品奖，那这也是必须要注意的地方，必须是工业产品才能报名台湾精品奖。那第三个资格呢，就是你必须要有国外任一个认验证，国外任一个认验证。那认验证有哪些呢？我这边有举几个例子，但是不限以下啦。那比如说以产品相关的呢，产品安全相关，比如说 CNS 啊，台湾 CNS， 或者是 BSMI。那欧洲的话呢，可能就是 CE、ROS， 美国可能就是 FCC 这一类的。那这都是我们所谓的认验证，也就是国家或者是国际上有一定的法规，那经由第三方，比如说 TUV、SGS， 用这些的法规来去做一个验证，所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我们称之为认验证。好，那还有哪些认验证呢？比如说以公司工厂品质相关的，这个很多厂商都有的，比如说 ISO 9001啊、2015啊，或是 ISO 13485或 ISO 2000，这些只要有其中的一个就可以符合我们的资格。那甚至于说环保相关的，比如说 ROS 啊，或者是这个 ISO 的环保项，或者是台湾的环保标章，都可以，只要有一个都可以符合我们的资格。那有些人说，哎，那我是资讯软体啊，没有认验证怎么办啊？没有关系，我们这边资讯软体除外，可以不用提供认验证，是属于免认验证的产品哦。OK， 资讯软体属于免认验证的。OK， 那最后一个资格是什么呢？就是你必须是台湾的品牌企业。那什么是台湾品牌企业呢？就是说公司以台湾的法律设立登记哦。在第二个的话，你不是外国公司的子公司，你不是 Panasonic、哦、你不是 Hitachi， 你不是外国公司的子公司哦。好，那最后一个是什么的？企业所拥有的品牌以我国商标法取得商标权。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制裁期已经有注册商标，这非常重要、哦、很多那个企业兴冲冲来说，哎，我想要报名台湾精品奖，结果一查发现说他不符合资格，在哪里不符合？他没有注册商标权、哦、那请各位一定要先去回去，一定要先注意一下你到底有没有取得哦。如果没有取得的话，这一拖就是要6个月。取得商标的话，向制裁局申请需要6个月的时间，所以如果你现在发现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建议您明年再来参加会比较好。 OK，这非常要注意的。 OK， 那产品类别有哪些呢？我们总共有分为13大类，那涵盖所有的工业产品。那刚刚有讲到说不含食品和药品，比如说电子电机啊、机械类啊、交通产品啊、绿能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报名产品类别的部分。 OK， 那再接下来就是说我们的选拔程序是什么呢？ OK， 第一个的话，我们今年有申请报名的时候有一个新措施，就是必须注册为贸协的会员，这必须要注意的，跟以前不同。以前的话就是直接在我们报名系统网站上面，那打上同一编号，然后直接取得密码。那这次呢，从今年开始，我们的新措施，各位报名企业都必须注册成为贸协的会员，那申请的时候必须绑定公司统编，那才能进入我们的报名网站来进行报名。 OK，那利用第二步呢，就是注册，利用刚注册贸协会员的电邮和密码进入我们的报名系统。OK， 那我们只能以总联络人的账户进行登录哦。
OK， 我们报名系统是绑定一个账户，一个贸协会员的账户。OK， 那在第三个的话，在我们报名系统上面就填下公司背景啊，总联络人窗口啊，或者是把一些产品资讯写上去，包含比如你产品的简介啊、认验证啊、专利啊这些等等。好，那这个是按战术、按件数来填写的。那这个在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台湾精品除了产品以外呢，就是我们要填写所谓的五大审选拔项目。那五大选拔项目是什么呢？分别是研发、设计、品质、行销以及台湾产制。就像联考一样，我们会考国语、数学、英文一样，那台湾精品选拔就是考研发、设计、品质、行销这样子的一个科目。那每一个科目的呢，都有限制所谓的页数的部分，比如说研发是两页，设计是一页，品质是两页，行销是两页。那这个是五大选拔项目的填写。那填写完毕之后呢，就直接按下报名键，那寄出书面资料就可以了。那请注意今年的新措施，今年的新措施为了方便简化企业的报名申请流程，那只要提供公司声明书以及缴费证明就好了，其他的证明，比如说认验证啊、专利啊这些，上传我们报名系统就可以了。那请各位必须要注意一下，我们从4月1号开始报名，一直到6月30号的中午12点截止哦。请记住哦，是6月30号的中午12点哦。那超过的话，就会系统就没有办法进行报名了。OK， 好，那我们这边有很详细的、很清楚把它列出来，就是说报名需要缴交哪些资料，那我们新措施是哪些哦。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我们本次需要邮寄的书面文件的话只剩下两个。第一个啊，就刚刚讲过的公司声明书。那这公司声明书的格式呢，就是从系统下载之后盖上印章之后再寄给我们。 OK，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报名费的支票正本，或者是你如果说是使用汇款的方式来给我们报名费的话，就请提供汇款单的银本。那每一件报名费的话是4000块钱哦，那两件的话就是8000块钱。那这两份的就是书面文件，也需要邮寄的书面文件的话，是在7月1号前必须要寄出，那我们是以邮戳为凭。 OK，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要提供就是上传系统需上传系统缴交的资格证明文件。那这边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跟我们资格相关，你必须要提供认验证证明文件银本，那这个不需要盖章哦，这个只要你把银本上传到我们系统就可以了。那再来第二个的话，就是制造或研发在台的证明，那是依照产品的状况来填写哦。比如说如果说你是在台自有工厂制造的话，你就只要缴交台湾产制保证书还有你的工厂登记证的银本。那这两个呢，就是台湾产制保证书有我们有既有的格式，那从报名系统网站上面下载就可以，下载填完之后盖印然后再上传。那工厂登记证的话也是一样，上传我们报名系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是研发单位设在台湾的话呢，那你就只要缴交研发在台声明书。那同样的，这个在台声明书呢也是在我们的系统上面有自适的表格，你下载填完盖印然后再上传就可以了。那再来就是缴交公司组织系统图。公司组织系统图就是一种树状图，那树状图上面比如说标上研发部、工程部或者是品管部、设计部，那你把研发部门标示它是这个部门是在台湾的话，这样子的树状图的银本上传给我们就可以了。那再来第三个的话，就是委托国内其他工厂制造的，那你要提供的文件就比较多一点咯。那分别就是要提供研发在台声明书、公司组织系统图、那委托制造证明书，还有委托工厂的工厂登记证。 OK， 是委托工厂的哦。那委托制造证明书这个也是有自适的格式，那也是直接在我们的系统上面直接进行下载就可以了。那同样也是一样，下载盖印之后然后再上传到我们系统就可以了。那第三点的话，就是其他相关证明文件也是直接上传我们系统就可以了。比如说专利证明、得奖证明，或者是出口报关单或原产地证明书。那如果说你有微笑标 MIT 微笑标章的话，你也可以把银本上传啊。比如说如果说你是医疗器材产品的话，请你提供卫生主管机关的网络广告核准函。
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你得奖之后没有这个网络广告核准函的话，我们就不能依照所谓的药事法，依照法律后，我们是不能把你的那个产品的叙述放在我们的台湾精品官网上面的。所以请务必在申请的时候就先提供给我们，等你得奖之后我们就可以把产品简介放在网站上面，那这是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OK， 那我刚刚讲到说所谓的制造或者研发在台证明是哪些，就是这三本。那这个东西的话都在我们的报名系统上有自适的表格可以进行下载。那比较要注意的地方可以看到我的右手边这边哈，有一个委托制造证明书，这上面有写报名公司还有委托工厂的公司哈，这两个地方都必须要填你自己的还有对方的文的资料，还有就是盖上你自己的大小章还有对方的大小章。那这是在委托工厂制造的部分必须要非常注意的地方。那其他的部分的话，比如说研发单位在台声明书啊，或是台湾产制保证书，这个部分只需要盖上你自己的大小章就可以了，那请各位务必要注意。 OK， 那我们报名文件审核的流程是怎么样呢？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公司在6月30号中午12点之前把报名系统上面的资料填完，在7月1号的时候之前把报名资料寄给我们，寄给我们之后，我们执行单位就会进行资格审查，按照前面的，比如说你有没有认验证啊，你是不是台湾品牌企业啊，有没有商标啊，这些东西我们来进行来去资格审查。那如果说你的资格是符合的话，我们就直接交给委员来进行审查你的其他比如说研发设计品质行销这些的资料后。那如果说你都没有，比如说你没有商标的话，你就是资格不符，那我们就不接受你的报名。但如果说你虽然你是资格符合的，你只是缺件，比如说认验证忘记上传之类的，或是公司声明书还没有把它寄过来的话，那我们就会请你赶快在两日内把你的文件来补齐，然后我们再进行资格审查，那确认无误之后，我们再送交我们的审查委员来进行审查。 OK， 那刚刚有讲到说就是我们的考试的科目有哪些呢？就是研发设计品质行销还有台湾产制的部分。那我们总共刚刚有讲过，刚刚我们副座有讲过说是超过140位的专家来参与评审的工作。那他们分别是什么？品质的委员，就是品质的专家，研发的专家，行销的专家，还有设计的专家。像设计的话就是比如说他是 Radar 的委员啊，或者是他是 IF 的委员，来进行我们评审的工作。 OK， 那他在评审的过程中呢，会参考比如说书面资料，就是你原本写的那些考卷，研发设计品质行销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他会在9月的时候来看你的，来面试你的产品哦，来看你的实际产品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OK， 所以那在填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你需要考量什么？你要怎么写，写的重点是什么？这边有写我们的核心精神就是创新价值。那你必须要考虑市场的趋势以及顾客需求的是什么，你都必须要把它写上去。 OK， 那我这边再讲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们每一年有1200件的产品来参加嘛。那这边核心精神是创新价值，因为在每一个产品1200件的产品，他都会说我是台湾第一，我是世界第一。那你要告诉评审说为什么你是台湾第一，你是世界第一，隔壁的人他也说我也是台湾第一，也是世界第一啊。所以你就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用创新价值的方式，还有市场趋势是什么，告诉委员说为什么我会是这个市场里面的第一，那我的创新价值在哪里，我怎么样符合顾客的需求，来去跟委员解释这些东西，那你才有获奖的机会。 OK， 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产品评鉴，就刚刚我讲的，就是说除了评审他要看你的书面文件以外呢，他还要看你的产品本身是什么样子的。那是在9月22号27号委员，我们140位的委员都会集合在南港二馆这边来看所有参选1200件的参选产品。那这边有一些详细的部分的话，就留各位后续再去详细的看。那各位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评鉴期间是不开放参观的，
也就是说什么，你把你的产品小孩送到我们这个考场之后呢，你的家长啊，你就必须要马上离开咯。那四天的评鉴期间，家长是不能在我们考场里面的哦。那考场里面的话就只有委员和你的产品而已。那除非委员他有需求，特别需要问什么问题，或者是你产品有瑕疵的话，那我们才会找家长过来，请你帮我们来去做一些维修啊，或者是更换的动作。OK， 那这边也有提醒，就是说送进的产品请不要有瑕疵哦，请保持你的产品都是完整无瑕的再送过来，不要说哎，评审他审了1200件的产品，四天之内哎发现说哎怎么会有一个损害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在评审的一个分数哈。所以请各位送件的时候一定要送没有瑕疵的产品过来。OK， 那来的时候呢，比如说送件的时候呢，请你亲自派员，那必须要携带我们指定的单据，然后确认你的展品有上到我们指定的展柜上面。OK， 这里有一个我们的摊位的说明。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虽然我们是九月的时候要进行产品评鉴，但是请你在报名的时候呢，就把你的摊位，你在九月的时候需要的摊位都把它规划好，比如说有什么你要多少的展台大小啊、数量啊、高度啊、电力需求等等哦。还有就是说必须要提醒各位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所谓的考场哦，不是所谓的商展，所以请你不要拿一些比如说装饰品啊、太大型的海报过来放在我们这边，这边都会影响到你的评审的哦。OK， 那在这上面高度也可以进行选择啊，比如说可以选择82.5公分的展台啊，或者30公分的展台，或者是0公分的展台。比如说你是机械产品的话，那我们就会请你选择0公分的展台。OK， 那还有就是电力的需求的话，也请你在报名的时候把它写上去，但是不能使用延长线哦，因为使用的话，我们展台可能就会有跳电的风险，所以不得使用延长线。OK， 这就是我们现场评鉴的时候呢，会有的一个高度啊，展台的样式是怎么样的。那这边有写说，哎，一般产品适用的情况是怎么样，大件产品适用的情况是怎么样。那你是机械产品的话，就可以看到说，哎，这边有0公分的一个质地的展台，那旁边我们会再给你50×50公分，除了放上我们的评审资料以外呢，你也可以在有空间的情况下放上笔电、平板或者是一些 DM 的部分来向委员说明。OK， 那如果说你的产品是属于投影设备的话呢，请你在我们报名系统上面申请说，哎，你是投影设备，我们就会给你投影空间来进行展示的部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场评鉴的实景哦，那就是人很多，那你的产品，比如说像各位可以看到最下面这个地中间这张图有一个机车部分，它就是比较大型的产品嘛，那重量也比较重，它就比较不适合放在展台上面，所以我们就会请它使用0公分的质地展台，或者是这边有一个铝门窗的部分也使用质地的展台，那我们会在旁边有一个50×50公分的展台来放置，比如说我们的评审资料，或是有空间的话，你就可以放置你的笔电、平板或者 DM 这些产品。OK， 好，那在我们10月底呢，会公布台湾精品奖的得奖名单，那同时也会公布说有哪些30件的产品会入围台湾精品奖。那请各位要注意几个数字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每一年都有1200件的产品来报名，那大概有300-400件的会在10月底这边公布说谁得奖，300-400件的得奖，台湾精品得奖。那我们会从300-400件里面呢取得最好的30件产品来进角逐我们的金银质奖的部分。OK， 那在金银质奖部分，我们预定的时间是在11月19号到11月22号。那这个时候呢，就我们的国际评审过来啦，那就会有要需要进行英文的简报。那这边是8分钟的现场简报，10分钟的问答，以及书面简报。那这边有讲到说，书面简报及口头简报都必须是使用英文的部分。OK， 那我们该如何填写我们的评审资料，如何填写我们的报名表？
那这边有五大选拔项目，分别就我刚刚讲客户研发、设计、品质、行销，并且考虑台湾产制的部分。那这边的平时这边有想到，我们有总共24个指向和67个细项。那24个指向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我们评审想要了解的内容是什么，也就是他想问你的问题是什么，都在这24个指向之内。那请务必按照这24个指向来去做一个说明。OK， 那67个细项是什么？细项就是在说明说这个指向的内容是的意思是什么东西。有时候可能委员他在指向上面可能写的比较广泛，那就是由细项来去具体的说明说我需要什么样的答案。OK， 好，那这个评审内容呢也会随着与时来进行，所以请务必按照我们的在我们须知有一个附录一这边有一个指向和细项的内容来去进行填写。那我们请注意的部分就是设计的部分呢是一页，其他的部分是两页的部分，研发是两页，设计是一页，还有品质是两页，那行销也是两页，只有设计是一页，那台湾产制也是一页的部分。 OK， 那我们报名类别如果说你是属于解决方案的产品啊，那你就可以选择解决方案来进行报名。那我们选拔的重点有哪些呢？就比如说术业专攻，就是说参加的选拔需要团队的合作。 OK， 我们最好的建议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主管来去统合，比如说品质部门的人、行销部门的人、研发部门的人来去做一个统整，来去说哎，我们来怎么样团队合作来填写这些产品。那有些没有得奖的厂商啊，他通常有一个通病，就是说他可能是随便找一个行销来去撰写。 OK， 那可是行销的人他就不懂说哎，我们品质部门到底是干嘛，那可是他没有资料就写不出来，他也不知道研发部门在干嘛，所以他写的内容可能就没有达到委员的需求是什么。所以这就必须要注意，我们建议是说一定要进行团队合作，然后找一个比较大的主管来统合这些部门来进行填写。 OK， 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指向细项，什么指向细项？就是委员他想要了解的内容，还要想要问你的问题。 OK， 那所以就是请务必按照每指向来去做填写，那每个指向都必须要回答，那必须要掌握精要的原则哦，那资料要正确且真实，有些需要附佐证哦。那有些厂商没有得奖，厂商他可能会写一些比较空泛的言辞，或者是比较行销的术语，或者说他在设计方面他没有写到评审委员想要知道的内容，他只写上他的产品的规格方面，那这些都是不符合委员的需求的部分，所以请务必要按照我们的内容来去正。进行填写，还有就是多方引证数据啊，那具体的呈现资料内容，比如说你是世界第一，来，那到底怎么样去具体怎么样引证一些数据说你是世界第一啊？比如说我有得过 Times 50大新创，这种就是所谓的引证数据或者具体的呈现资料内容，而不是空泛的说哦，我就是世界第一，我这个是市场的第一哦。OK， 好，那就是你必须要把审查委员视为重要的顾客。OK， 我们的委员他可能就是他设计非常专门，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不了解说，比如说，哎，你这个产品为什么要制造出来呢？你到底是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才有出来呢，还是你只是为了制造而制造呢？那所以你必须要把审查委员视为顾客，重要的顾客，让他了解到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产品，那现在的市场又是怎么样。 OK， 那比如说你要掌握一些潮流趋势啊，比如说现在很注重的 ESG 物联网啊、智慧制造这些的东西，那每项都必须要强调你的创新价值、创新独特，还有市场和顾客的需求的部分在哪里。 OK， 那比如说以研发的部分，第一点的话，就比如说研发策略是否符合提升该产品之独特性与市场竞争力布局，那这就很明显，就是哎，你是世界第一，那你独特性在哪里？那这个市场的又是怎么样呢？那你要具体的说明，哎，跟同类型的比较，比如说我今天隔壁也是说世界第一啊，那你要把你特点写出来，我跟隔壁就是不一样。 OK， 我有哪些特点不一样？我跟市场上很多东西做比较起来，我就是第一，要这样子把它写出来。 OK，
那你的研发核心的能量是否布局完善呢？你有投入多少的人力在研发上面呢？你有没有评估一些风险啊？这些，那你的制裁管理制度，这些项目就是我们所谓的指向哦，这些都必须要符合委员所需要了解的内容。你在产品上面有没有考虑安全性和便利性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考虑到环保，还有节省成本部分。OK， 那比如说这个部分，我们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它所撰写的内容有出现一些独特性啊，与市场竞争力布局。好，那除了这边的案例以外呢，我非常建议各位就是说可以到我们的几个办事处，台北、台中、高雄或新竹、桃园这些办事处，台南办事处，我们都有前一届的范例可以供各位参考。所以各位请务必跟我们的贸协人员来去做预约，来去参考这些范例。 OK， 好，那在设计的部分，你有没有符合市场需求啊？这也是委员他想要问的问题。那你有没有符合使用方便或者是舒适或是人性化的考量啊？这些就要把它写出来。 OK， 那你的差异化是什么？你可以做一个比较图啊，别人的产品是怎么样啊，那我的特点又是哪些啊，我世界第一的特点在哪里啊，有哪些报道证明我是世界第一啊，这些都要把它写出来。 OK， 好，那在品质的部分，你产品是否有符合魅力品质的部分，是否有符合创新的品质。那今年呢，我们这边选拔小组这边特别我们请日本评审来帮我们讲解说什么是魅力品质，因为有很多厂商过去在填写的时候不知道魅力品质是什么，所以我们在官方网站方面或者是在这里，到时候我们事后就是会后有简报就会放上我们的官网，这边我们有请日本评审，你在这边点下去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日本评审他进行哪一些的说明。我这边 OK， 各位进入官网之后点入我们的这个 banner 进去，那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得奖，在我们台湾经济选拔这个网页这边，你把它拉到下面去，这边啊，不好意思，就有我们的日本评审讲解什么是魅力品质的部分。那这个大概是18分钟影片，那对我们是特别录的，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去看哦，就是很详细的了解。说，我放一段给大家看一下。那故障は多い、こっちが故障が少ないとこういう軸だとします。で故障が多いって言ったら不満ですね。で、不好意思、好。そんな車が、できつつあるし、提案されてますね。那这就是我们很详尽的来去解说说，什么是魅力品质？買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对，请务必各位一定要回去去看一下，说魅力品质到底是什么意思？免許がなきゃ運転できないし、そして。OK， 那在下面的话就是除了魅力品质以外，比如说我们还有就是你有没有落实全面品质管理，有没有落实顾客为导向的经营，有没有提升经营的品质的层次。那这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有问过评审委员，到底认验证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到底在你们评分上面是怎么样的。他会觉得说认验证的话，就比如说你可能就是高中毕业，或者是大，或者是国小毕业的程度而已，就你只是完成了义务教育，比如说你有 ISO 9001， 你有 ISO 这些的认验证，你只是完成义务的教育而已。那要怎么样提升到真正的品质，真正他们需要的品质，就是你必须要有全面品质管理，也就是说以顾客为导向的经营。那甚至更进一步的话，你必须要有魅力品质的一个概念出现，所以这些的话都是委员他必须要了解的内容。 OK， 好，那再来是行销的部分呢，就是你的是否有积极推广你的产品核心价值啊，或是有没有推行你的品牌特性啊，那有没有做一些产品定位的一些作业。 OK， 这些也是我委员必须要了解的。那你有卖的话，你有去卖出的话，你是卖在哪里啊？卖在百货公司里面呢，还是卖在 Seven 呢，还是卖在 Costco 呢？那这些也请务必要让委员知道这些东西。
那你的产品有没有做比较健全的顾客服务系统啊？这些，还有就是你有没有编列固定的预算或是配置来去进行行销这些活动呢？那这些也请务必要写出来。好，这个是一个案例的部分。好，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所谓的台湾产制的部分。那台湾产制填写的话非常简单，那它就有几个问题，比如说你是不是在台湾产制的啊，在台湾制造的啊，你有在台湾有没有工厂啊，你在台湾有没有研发单位啊，你有没有比如说 MIT 微笑标章啊，原产地证明啊，或出口报关单等证明。 OK， 好，最后我来讲一下，就是我们有些新措施刚刚有讲到，就是说我们进入了报名网站，那我们就会请你就是一定要有冒协的会员账号来进行登录，这是跟以前不一样的。 OK， 那如果说你已经是冒协会员的话，也就是说你的我们这个负责台湾精品的人员，报名台湾精品选拔的人员，你已经是冒协会员的话，你就直接使用会员账号和密码登录就可以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呢，请你在下面，就是我们的系统下面有一个会注册会员账号，那请你点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冒协会员的页面，然后来去进行注册。那我们申请的时候，请务必要绑定贵公司的统编，请不要成为个人会员。个人会员是不能来报名我们台湾精品奖，你必须是绑定公司统编的会员才能来成为来报名我们台湾精品奖。那成为冒协会员的好处就是说，你一键账密的话，可以使用冒协各类服务，不只是说使用我们台湾精品奖报名。那甚至于说，以后你得奖之后，我们台湾精品官网也是要用冒协的会员来去进行登录了。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更简化企业的流程，扩大服务还有功能的部分。OK， 但是如果说你有任何冒协会员注册的问题的话，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客服的资讯，你可以寄信给他，比如说你账号啊或者密码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在这边来写信给树商处这边来进行询问。会在第二点，我们刚刚有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新措施就是资格证明文件上传的部分。 OK， 所以我们刚刚有讲到说制造或研发在台证明，请你盖印之后上传。 OK，在盖印上传的时候呢，在我们系统上请务必按下储存的按键，再点选一些预览才来进行检查，这就是我们系统的画面。 OK， 请各位要注意我们那个系统的指引来去进行操作。 OK， 再来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我们认验证以前都要用邮寄的方式寄给我们，现在的部分的话就是直接上传到我们系统就可以了。那认验证证明文件啊，或是专利这些得奖证明文件的话，是免盖印直接上传。请注意哦，前面的所谓的资格证明文件，所谓的制造或研发单位在台证明的话，是盖印之后再上传系统。但是这个认验证证明文件还有专利得奖证明文件是免盖印后直接上传。那请务必按下储存之后再点选预览。OK， 然后再来就是评审资料表的部分。以前的部分呢，就是你必须在我们系统上下载自适的表格、自适的考卷，然后来填写你的研发、设计、品质、行销的科目。但是现在我们为了方便企业的填写、简化流程，请各位直接在我们的系统上面直接填写我们的资料就可以了。那填写完毕之后呢，请务必按下储存。那预览的话，我们就会跳出我们自适的格式出来。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我们的研发必须是两页，设计是一页，还有品质是两页的部分，有页数限制。那这些页数限制也是必须按下预览之后才出现来一个样式。所以超出的部分，比如说你超出写到第三页的话，我们系统会自动删除。那这边请务必在填写的时候都必须要进行确认的部分。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一样也是需要上传我们的产品图片，那这边有一样的格式，请各位务必要遵守我们的规则来进行上图片的上传。那最后的部分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列印检附文，请各位按下报名之后呢，再点选下载报名台检附文件清单。那这边也是宣告一些新措施，就是说今年的话呢，就
必须要使用这个减负文件清单上面的信封条码，把你的书面要寄送的书面文件贴在信封上面。OK， 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今年呢有新增缴款通知单，来方便报名企业可以进行内部的清款。好，那今年的纸本寄送再强调一次，就是只有公司声明书，也就是盖印的公司声明书，还有报名费的支票正本，还有汇款单的银本。以上就是我们的变革。好，那我们这边最后来讲一个常见问题。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注册成为冒险的会员，那你必须在申请的时候必须绑定公司的统编，请不要使用个人的会员。 OK， 那在第二个的话，本年度需邮寄的书面资料只有两个，第一个的话是公司声明书，还有报名费的支票正本以及汇款单的银本。好，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未完成线上报名的问题，就是说请各位务必在6月30号中午12点前一定要按下报名键，那逾时的话就是失去资格咯。 OK， 在最后再来的话就是请务必提供具备且清晰的产品图片。再来的话就是摊位需求的部分，请务必在报名的时候就已经规划好布置好，然后并且填写完成。那报名费的部分呢，如果说是使用支票的话，请使用即期支票。那汇款的话，请务必备注说我们这边有汇款的语言，就是公司简称，然后再加上台精选三个字。那发票的部分，这是常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在会使用我们开7、8月份的三连式发票，并且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连同公司送产品至现场评鉴的专函的挂号寄出。那最后就是这边有讲到，就是现场评鉴陈列是以产品本身为主哈，这是考试的现场，不是商展，所以不要有不必要的装饰，比如说水果啊、桌巾、花，也请不要张贴海报。OK， 以上就是我的简报，那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询问我，谢谢。谢谢温专员详细的说明，让我们掌声给温专员好吗？好，谢谢大家。那么相信各位企业代表在听完了以上详细的介绍之后，对于台湾精品选拔已经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那我们接下来的10分钟的时间，我们开放现场问答，欢迎各位踊跃提问。那提问的企业代表麻烦您举个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将麦克风递送给您。来，我们把握难得的机会，来，我们中间这位绿色衣服的小姐。温专员你好，我想询问几个问题。我想请问一下，如果去年的产品我有报名过，就是很可惜没有得奖，这样一样的产品我可以再报名一次吗？是可以的，但是得奖过的话就不能再报名。 OK， 但是如果说你得奖产品，比如说你今年有把得奖产品再进行更新，那它比如说产品型号啊，或是产品名称有不一样，甚至功能甚至也有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我们就会视为新产品，那可以再报名这样子。好的，谢谢。那我们还有企业代表有问题吗？来，我们今天机会难得，那，这边这位先生。请问一下，我们那个研发团队没有认证，但是我们委托的制造工厂是有认证的，这样是可以的吗？是可以的，就是委托工厂的 ISO 我们也可以做成为资格文件的一部分。好的，谢谢您的提问。那我们后面后排的先生。那我再确认一下，所以说商标是必须的报名资格，没错。商标，那这个商标它可是就是我公司的名称，或是我这个商品的图样，要哪一种形式商标？图像商标可以？
都可以，只要在自裁局有登记注册的，我们都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就系统是直接找自裁局的 API 啊，来去搜寻说，哎，你这公司的统编下面有哪些商标？那只要有一个的话，我们系统有找到的话，其实我们就会认定是你是符合资格。了解，那个跟参加的作品无关也没关系吗？参加的作品无关，只要是你报名公司底下的品牌就是可以的。对，那通常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比较大的电脑公司，他可能在参加作品可能是电竞产品，但他可能是报名原本，比如说华硕好了，他可能下面有一些 gaming 的品牌的话，那他就会在产品部分使用 gaming 的品牌来报名，但是他还是用华硕的统编来报名。Okay, 了解，谢谢。Okay.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那我们这边这位蓝色衣服先生。喂，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产业是属于美容，只是我在那个项目没看到美容相关。美容的话，通常是比如说化学类的，您可以在我们。不是不是，是美容工具。美容工具。发明。嘿。OK， 那你可以找一下，就是比如说你有参加过哪些展览，然后它的类别大概是哪些，然后从我们十三大类里面去找。那如果说你还是找不到，你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解决这样。OK， 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就是之前介绍有提到说有一个过程要用英文去做简报，是吗？对，那个英文做简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决选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金子奖，对，金子奖、银子奖的才需要用英文做简报。哦，那是最后如果还有再进去的话才有，没错。所以得到金品标章是金品标章，然后再来还有一个金质奖跟金银，没错，跟银奖这样。是的。OK OK， 好，谢谢。谢谢您的提问。那我们还有哪位企业代表要发言？好的，那如果说您对于今日的说明会的内容，那还有任何问题的话，那欢迎上台湾精品官网查询，或者是来电向台湾精品选拔小组洽询，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今天有出席的企业代表，那也欢迎您会后可以留下来跟我们的主讲人互动交流。那今天的台湾精品选拔说明会就到此圆满的结束，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提醒您离开前请记得检查个人的随身的物品，也记得扫描 QR Code 填写电子问卷。那再次感谢各位贵宾今天的莅临，祝福各位身体健康，生意兴隆，谢谢大家。